我就说我不接他放学吧，你偏得让我去。嗯，又咋的了？我就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我妈呀。不是，你最喜欢的东西怎么能是妈妈呢？咋的？你不是个东西啊。我还有啊，你都多大了咋还尿裤子呢？你下次有尿你能不能大声喊老师帮你脱裤子？我不想麻烦老师。那你就好意思麻烦我呗。我是跟你比啊，我都差远了。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老婆告诉我了，你八岁还尿裤子。哎呦，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，你果然不喜欢妈妈。净瞎说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谁？那你还老和爸爸坑我？那不是闹着玩的吗？那以前那么多次都是闹着玩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这次呢？也是闹着玩的。我。